Hi, fifth graders, 五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要来复习phonics，就是我们这一册所有的 phonics 规则我们一起来复习。首先呢，请你看这个白板好，我们这一课呢，这个上面这个 a e i o u 的发音呢是三年级学的，没问题你们也知道是 show vowel 母音嘛再次，好，那加个 a space e，再加一个空格，然后就是这边隔一个字母，然后字尾 silent e 不发音的 e，那你就是要念。这一排，A space E，E space E，I space E，O space E，U space E，这一排要念什么？就是字母的那个名字的音。A space E，A，E space E，E，I space E，I，O space E，O，U space E。You，对吧？这个是四年级学的，好，三年级学的，A E I O U，四年级学的就是 space E 这些，好，你应该比较熟练，比较会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五年级呢，更难，五年级更难，好，那我们从 start unit 1、unit 2、unit 3、unit 4 这五个单元，就是呢，再把这五个。A E A E I O U，好，这五个space E 的这个发音呢，再多两个规则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课本哦，现在我要请你拿出课本turn to page seventy，70页。好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游戏嘛，这个那个好像有四局嘛，来给你看一下好了，这本来是一个游戏，但是因为现在呢，我们防疫期间大家都各自在家里，没有办法跟同学玩老师也没办法跟你们玩，所以老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复习这四个全部的单字，老师都放在。白板上的小小的小小的，不好意思这个因为很多，所以老师就印的比较小。好，那这几个单字哦，你看我全部都打散。那这几个单字就是会复习到我们五年级，五年级的 phonics 的规则。那你知道怎么把它分类过去吗？这些字有哪几个的规则是跟这个 a 一样的发音，你就放在这里。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。Alright，那这些单字呢，有的发音规则有母音的发音规则，有这个 e space e 的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你忘记了嘞，那现在请你把课本准备好忘记了赶快去翻一下，或者是你可以翻到。你如果这样翻太慢的话呢，你可以翻到前面的目录，但是我会建议小朋友你先不要翻好了啦，因为你这样子翻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对照找，太简单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，如果不要看课本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你有没有记起来？把它分类。好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，这个字看到吗？它是哪个规则？其实这个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个了嘛，而且它上面有了，game o the old note，就这样子放过去。All right, next one，这个嘞，o w pronounce，也是 o 嘛。因为有 o 对不对？你就这样记，OK？low，the o，low。好，
robe，robe，robe。先不要管规则哈，先发音就好。O W, pronounce O R O row. Okay, next one. What? 词典不念了。Okay, this one. 母音属于哪个规则？这里。母音 ，a e i o u 的母音，注意母音就好。好，有 u 啊，就是 u Tuesday。好，你这样记 Tuesday。All right, next one.也是一样，有 U 啊 ，fuel and this one， OA， 看一看 O 嘛，哈 ，O 哈 ，OA 有 O 哦，哈 ，O goat，OA pronounce O goat。OK, next one, 随便拿。欸，你老师这边没有 AEIOU 母音欸。好，那你发现什么？我们如果没有 AEIOU, 那是不是有 Y? 有 Y, 哈。Y, I, fly, 好，所以这个字尾 Y 是发 I, fly, 这边。哎，有 I 啊 ，I p I pi 哈，这个 I 好 I p I pi。O A O road。O W O glow U space E 简单啊 U cute我们来看 A 的好了。像 A 的好少哦，嗯 ，and this one， 因为这个单词很简单，说不定你就是会直接念的 T， 那它属于哪个规则 ？E A E， 好 ，E 在前面 ，E A E，OK、okay。O space E row rows oh, 这个在那隔壁 Nose Nose O A to old.Toad. A space E. Lake. Lake. O W. O. O. Bow. I space E.
bike, bike. O-W-O. Blow. O-W, T-O, toe. U space E, U, T-U-B-E. Tube. O A pronounce O, but oat, boat. U space E, cute, cute. 哎，这个刚刚讲过。O A O, the old load. U space E, the nuke, nuke. E A, E A, 就前面那个字母 E A。那你就念那个字，前面那个字母 e c h ch cheap cheap有一些重复我就跳过去了 u e 那就前面那个字母的音啊 u d u o duo 好。再一个 ，O space E O b o n b o n bone， 嗯，尾巴音是嗯，哈 ，n 嗯 ，bone，right， 好，那老师呢？为什么把这三个放最后？因为我觉得这三个是最难，那我故意把它放在一起。E W。你觉得是发什么音 ？E W， 它是要这样子。好，如果说你说啊，我用三年级的 D 的 E A W 我的 A 我啊，怪怪的的 A 我没办法拼，好像好、啊、没办法拼，那就是其实它就是 E W， 它是一个发音规则。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最难？因为它是。Pronounce U U A 啊又没有 U 对不对哈所以 E W 是发 U 所以比较难 The U Do 哎 This one The U New 好像这个单字是你会觉得最熟悉因为是三年级学的嘛新的 New 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因为你知道这个单字怎么发音 New 那哎，往前推，就是说 E W 是发 U 的音，这样子去记规则也可以。OK， new， and this one， you， few， 好，那你会发现说，哎，老师，你看我们现在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复习嘛哈。这个U 呢是 Unit 4的规则哈，那 O 是Unit 3的规则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期末了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多 O 跟 U 的规则哈，那这前面都反而比较少哈。那你前面的话都还记得吗？前面的话都还记得吗？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好了。好，你们前面的因为已经很早之前教了，怕你们会不会忘光光嘞？小朋友，这些规则千万都不要忘，一直要一直记到你国中、高中，因为它都很好用哈。好，我们来问你好了，来这个A 除了 A space E A 之外，还有哪两个规则？谁记得？还有哪两个？我们都是每个单元
有一个 space E 的规则，然后再多两个，哪两个？记起来嘛。好，公布答案。哎，课本在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个 A I A 哈 ，Rain Wait， 那还有个 A Y Lay Stay 啊，好，那这个 E space E 呢？除了这个，他这边已经告诉你有 E A， 那还有一个规则，谁记得？哎，简单的，最简单的哈 ，E E 嘛，对不对？EE 好 EE 好 Green 啊，近一点 Green and Sheep 好，那 Tea 跟 Cheap 刚刚都出现在我们这个白板上了。好，那再来，那这个 I space EI 好，它这边已经告诉你一个了哈，字尾 Y 是发 I 的音，那还有一个谁记得？啊，在这里嘛，好 ，I E I， 哦，对啦，就是这两个规则哈，来你看啊 ，OK， pie， I E pie， 还有 tie， 还有字尾 Y， fly 跟 sky， 好 ，S K 要变音哦 ，sky 不是念 sky， 是 g 的音 ，sky， right， 好。那这样子呢，你看啊，每一个单元呢，哈，新的两个规则哈 ，space E 的不算，那是四年级的哈。每个单元教两个新的规则，那我们这一册有五个单元，就是有十个新的规则。小朋友，你都记起来了吗？好，请你多多熟练哈，不要忘记。All right。